知道你们做肝脏检查，但是除了那以外，不知道你们做别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想到你们做那么多事情。我觉得，因为你们免费的帮助人，因为要不然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机会，帮助他们自己的健康。我觉得跟小朋友上课的活动，因为我们在美国，觉得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去外教学，我们会去博物馆什么的，但是我们不会学健康的问题。在很多地方，他们的公共卫生的法律不太严重，或者不太 developed。还是如果一个流行病发生，可以去做研究。我觉得跟姐姐们聊天很好玩，然后他们都很搞笑的。我第一天来到这里买珍珠奶茶给我的。如果将来有机会，可能要会来这里，在实习或者工作了。